大家好，我是莉莉，欢迎收看我的频道。槟城的美食呢有很多选择，今天呢我想来尝试一家娘惹餐厅。这家娘惹餐厅呢叫做娘惹之家，这间餐厅也是我和我先生想来很久的一间餐厅。今天呢刚巧他的亲人呢从吉隆坡来到槟城，所以呢我打算带着家人呢一起试一下这间餐厅的食物。如果感兴趣的话就和我一起进去吧， Let's go。 这间餐厅的装饰呢非常的古香古色，整个装饰呢都是娘惹的一些老的物件来装饰的，所以呢特别有韵味，非常的漂亮。这间餐厅呢环境非常的好，餐厅的老板呢不单只有一个身份，他呢还是一名服装设计师。香港的演员冯宝宝呢也是指定这位设计师为他设计服装的。我手里的这一件呢就是娘惹的衣服，想尝试的可以来到这间餐厅来尝试一下，非常的漂亮。
就已经吃完了。我们八个人呢，一共点了六样菜，还有一些茶和一些水。我们一共消费了是229块钱，性价比呢也是蛮高的。因为他们下午呢吃了很多东西，所以呢我们只是品尝一下他家的味道。整体来说呢，用餐环境非常的好，而且呢食物也是非常的棒，有机会你也可以来试一下。感谢您的观看，谢谢您的点赞和订阅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